体育竞技需要的是突破自我，创新升级，坚持初心，突破创新坚持，才能走向最高的领奖台。大家好，我是本届超新星运动会的总教练邓亚萍。大家好，我是超新星运动会助理官黄景瑜。本届超新星运动会将会继续打破常规，解锁圈层文化密码，突破全娱乐次元壁，集结热血、演员、爆梗、潮流四大赛区的能力者，开启赌上圈层名誉的体育对决。到底是哪一个赛区会成为最后的赢家呢？请大家拭目以待。